甜甜，快到七夕了，牛郎织女又要见面了。见面有什么好激动的？我们仨不是天天都能见吗？哎呀，你不知道，他们一年只能见一次面。牛郎还得种地，还得带孩子，很辛苦的。要是你回科尔星了，我们是不是也只能一年见一次啊？不会的，科尔星一天，地上一年，你每年见我一次，我每天都能见你。那你现在就赶紧回去吧。